What's up, everybody？ 那么现在呢是5月14号凌晨2:52哈，等一下差不多6点这样我们要起床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去 Macau， 耶！那么这一次会去 Macau 呢，主要是因为 Dennis 有 job 哈，然后他带着我一起去，现在他也在我家过夜啦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可以比较方便的去机场。Dennis 第一次来我家过夜，耶！耶，开心吗 ，baby？ 非常开心哦。Dennis， I love you， promise。Bromance，Somebody，Bromance。3个小时后，哎，现在是7:00。Look at this， 网红车。What a good morning。Yes， healthy morning。我们都没有冲凉啊，看我们头发都有点乱。来 ，grab 到了。Wow。错过飞机了 ，Oh no， Oh no， Bye bye， Bye bye， 你也要从那边进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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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Yeah, we are at Macau. 大家看他们的机场，很小而已哈。哇，他的酒店做到好像博物馆这样哦。还有放这些很古老的这个。不知道什么装饰品，茶壶不是茶壶。All right， 各位，那么这一次在澳门呢，我会待4天3夜哈。哎，怎么？怎么？哎，哦，哎，怎么？哎，你在我房间呢？在我们的房间。哎，他跑掉了，真的是。好了好了，尽管跑回来就可以了。没有。哇！哇！哇，贵贵，是啊，还有一个 living room 呢，我们可以在那边chill。哇 ，Oh my god，Imagine 我们明天早餐在那边吃，哇，那边，哇，我也 tea cup 很 cute， 哇，很精致哦，哇，有很多，不愧是5星级酒店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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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Look at the view， this is very pretty， Oh my gosh， 哇，有一个迷宫在那看嘛 ，Yeah， 哇，哇 ，Oh my gosh。这应该是住过最豪华的酒店了。哇哦！哇哦！保险箱 ，OK。哇，它的这个 toilet， 哇，哇，两个分开。哇，大便的时候你也可以冲凉。Oh my god！ 哇 ，cool！ 哇哦，浴缸。我这边休息。哎，这样我在躺在浴缸的时候，你不是可以突然间跳进来 ？Yeah。Oh、my God. I'm in danger. I am going to kiss you. Oh no! Don't do it. 哎呀！哎呀！哦，哎，艾德琳来找我了。你好，请问你们这边还有位置可以睡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有很多位置。你要睡是有是一定是有位的，其他人就不能够来。So cute.Look at this distinguished gentleman. Let me. Oh.刚刚就吃完了 tea time，
然后提摊很多那种甜品，然后吃了，哇、哦，甜真的是甜到心里面去了。哦，哦，哦，人家以为我们在搞基。啊，好幸福哦！哦，五星级就是不一样啊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我们来到了这家粉红色主题的餐厅。那这边还有一个 VIP 的房间哦。哇，那个灯，嗯，哇，啊，原来这边有个隐藏的，对耶，那里面有个，哪个进去？啊，好美啊！这个真的拿来打卡用啊！哎，不可以这样，我们讲，啊，好美啊！啊，我是男的，我的少女心都泛滥了。Yep， 加了抹茶粉的鲜奶。哇，加一点蛋。哎，老师，给我。嗯，呀，可以清空，等下回去要继续话题。不要的嘛，没得吃。嗯，把油的污水滴下去。这个狗粮撒的真多。All right， 各位，那么现在已经啊吃完晚餐了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三楼的这里，这个露天的花园啊这边走走一下哈，真的非常的漂亮哈。你看四周围的这个建筑物包围着我，很有安全感哈。原来在这个 hotel 这边住一个晚上大概是要2000多马币。Oh my god！ 第二天早上 ，Yeah， good morning， guys。Ooh. Wait a minute. Is that Adeline? 好像是 Adeline 哦。Yep, it is. Well, Dennis, 过来看，过来看。Adeline, we are such a stalker. Oh my god, 我们偷窥狂哎。哇哇哇哇！你有女朋友了 ，Dennis？ 不要忘记哦。Okay, 现在我要去。梳洗梳理一下。哇 ！OK。我觉得这个马桶很高贵很好用，可是有一个缺点对我来讲呢，对，应该是对全部马来西亚人来讲呢，因为马来西亚人旁边都会有一个水派嘛，那个水派是通常拿来洗屁股，不然就是拿来洗那个粘在马桶旁边的 Gigolet 了。所以你这边是没有水派的，所以你Gigolet 要小心放啊，不要粘到旁边了。Alright， 吃早餐了。来看看我们的早餐有什么哈？有这个 cornflake， 然后这个是小焖，
然后热牛奶在这里，这个是冷的。我的 scrambled eggs 跟培根还是温的哈，还有 hash brown， 然后还有一些包，这些包都是温温的。Oh my god！ 刚才 Danny 吃他的 cornflake， 他竟然没有加牛奶，他讲他讨厌牛奶。Oh my god！ What an animal！ Animal！ I'm a cow， that's why I don't drink my own milk。哦，我也是属牛啊。That's the real way to eat cornflake。哦，哦，都觉得没有打力，没有打力。哦，嗯，嗯，好健康。冷的 smoked salmon， 嗯，试下的 scrambled egg， 之前我做过的，嗯，嗯 ，hash brown， 嗯，培根，哇，培根煎得很美，纹路分明。哇，各位，我找到了这个走廊，很漂亮，在这里。要看啊，这样每一道菜小小小小这样哦，全部加起来是蛮饱一下的。各位，那么今天是 day three， 然后今天我们会换酒店，也会去吃很多东西。
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千层糕。嗯，都会认为我是来自家境不错的，我家境就可以过得去，可以想赶快赚钱养家。不要再后悔了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现在要入住的这个新酒店了哈，原来不是很远哈，就在旁边呢，走路就到了。大家知道这个 hash 代表什么吗？ hash 代表豪华。我好聪明。Welcome。我哋住嗰边，今晚住呢边。哦，你度嘅景系咁噶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就去了这家名叫魏赏的餐厅。这个呢是生牛肉，好吃哈。嗯，现在我要咬一口了。嗯，腌过的生牛肉。是啊，怎么来的？我也不懂是什么东西。我很多东西我吃了，我不懂是什么东西。在这边打的是板红梅啊。头先我弄菜有一包，再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有三口冰。OK。各式各样的海鲜都在里面，木子来的，哇，对，被吹走了，唔得啊，系啊，八号福海，诶，八号，嗯，那么今天呢，就是我最后一个晚上在澳门这里啊，然后明天呢，中午我们就会回去啊，马来西亚，最后一天，my ding ding dong。请问你自己带游泳圈没有跟我们讲？游泳圈，这个游泳圈，怎么你自己带了没有跟我讲？好啦，我们已经退房了，然后是时候回家了啊！来来来，走啦嘛，走啦！走啦嘛，走啦！哦，广大好，广大好，拜拜。